咁呢個位置同埋全香港樓嘅供應量咧，其實我喺研究部攞咗少數字俾大家全部分享嘅。最重要咧就係、是，如果講正港南區咧，自2009年啊，或者2009年到今天咧，係30多年前啊。咁其實咧喺現時嘅南區咧，有53% 咧都係舊樓。佢舊嘅樓齡咧去到32年，佢啲樓咁啊，如果喺可以咁形容啦，對上呢幾十年咧，全新嘅物業喺南區咧，我話基本未出現過。加埋除咗南區之外，係港島區咧有鐵路上蓋啦，有咁嘅尺數啦，有咁嘅位置啦，其實真係絕無僅有咁嘅形容。所以近期嗰、那個準賣家出現嘅準賣家咧，其實呢一班人咧就等咗好耐，即係喺睇住紅竹坑站嘅地皮建築到依家今日可以賣樓咧，我諗都5、6年前咁等噶啦。等到今天咧，呢一批嘅客咧就有機會就想做業主，咁我諗好快啦。希望喺呢幾日之內咧，即係我都唔知咧，先我估啦，都係喺呢個星期或者6日噶啦，咁啊可以做準業主。咁我估計第一批第一、二價單咧，應該係一個整袋噶啦。呢個係絕對冇問題嘅，我哋好有信心。因為客人嘅反應咧係非常非常實在，而且呢一批客嘅實力非凡，好多南區嘅住喺南區嘅即係準業主，即係原有業主咧，其實都好有興趣擁有多一兩間，唔係一間，係一兩間。所以我哋好期待住銷售嗰日，咁啊，中原地產能夠為咗路徑發展商咧，做一個非常好嘅成績。基本上個觀景台咧，你望到右手邊咧已經望到我哋個循環嘅樓盤啊！咁我哋為咗依個樓盤咧，租依個地方咧，係最主要又睇到我哋壽臣山嘅南區嘅方向啦。咁同埋咧又睇到我哋個地盤啦，我哋叫觀景台啦。咁啊，所以咧睇個客户啊同埋同事方面咧都好方便嘅。咁啊，多謝先。好，唔該曬。咁啊，睇下記者朋友咧有冇問題想同我哋咁多位嘉賓傾下偈，咁都可以係。